就是我发现我自己每次拿出来的时候，我都会反应很快。这游戏你就是王者现在。我明明就玩游戏玩得很厉害。来电不准营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怎奈的预言。啊，你们两个要干嘛？我大意了啊，没有啥疼不疼？你快对着镜头说你很开心。年轻人不讲武德。是不是太暴力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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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要这样。这不骗我感觉我要把这个弄坏了。大力出奇迹，我觉得我不用数了吧？对，第二个百分之八十吧。很明显就是，你想可以反驳微博上是你游戏不会赢的那个评论？对，我明明玩游戏玩得很厉害。这游戏你就是王者现在。还有哪些能证明自己玩游戏比较厉害的那个战绩吗？好像没有，因为我不怎么玩游戏，我很少玩游戏的。我明明就玩游戏玩得很厉害，我很少玩游戏的。我的生活比较简单，我会跟猫玩，会做做饭，然后画画画。其实私下里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。那最近有没有研究什么比较新的那个菜式之类的？我特别小的时候，我非常爱研究方便面的做法。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够不到灶台，我是搬着那个小马扎，然后踩在那个小马扎上面够的那个灶台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忘记我大概年龄是多大了，我只记得那时候我很矮，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吃牛奶方便面了。从小都很喜欢做饭。我其实挺小就开始自己研究一些别的东西了，然后就是年龄慢慢增长起来，就开始跟家里人去请教怎么做饭，慢慢的我的厨艺也是变得非常的不错了。会持续更新？会啊会啊，就是跟大家分享生活嘛，比较简单的那种，我也不敢教大家难的，我怕大家学不会。一个字，绝。那以后可以让他一起，就是做那种比较难的，就给他看一看。哦，我就是在下面写的就是请勿模仿。因为其实蔷薇花它是一种很坚强的花，寒风中也可以绽放，不惧困难，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。我看你也没有见过。那你如果说让你反问一下台湾，问这个环境会怎么？可能就会比较好奇他们的生存环境。你特别特别自律吗？那你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？其实还好吧，在我身上最自律的一点是我比较有时间观念。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上学，就因为每天都要起很早，如果我起不来的话，我很有可能就会迟到，然后就被骂，所以就会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吧。那你就是那个完全没有拖延症的那种人？完全没有。那给我们大家提几个建议吧，就是都拖延症很严重。就这，时间很宝贵啊！如果你在床上躺着，你就躺着吧。你躺着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努力的，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。你躺着的时候我已经起来刷牙洗脸了，你已经跟不上我的节奏了。就平常嘛，大家都会搜自己的名字看一下嘛，比如说你看到什么样的内容，你会很想怼回去。我觉得挺逗的，刷视频嘛，刷视频我刷到听说怎奈的预言背后有金主给他砸钱之类乱七八糟，我哪里有金主啊，就觉得很莫名其妙，但真的会有人信啊。然后就差点在下面评论，我就是自己的金主。以前的话就是那种荒岛系列的问题，然后有邓肯尼啊、王晨轩还有小唐，他们都说一定要带上你。英雄兵预言，预言姐姐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首先可能他们知道我会做饭。他们还说你会捕鱼。钻木取火啥的，什么捕鱼应该都会吧？啊？我什么时候会捕鱼？但我还是特别想去尝试，我也很好奇，我到底能不能捕得到？就是我对这种很新鲜的事情就很新奇，很想去做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会捕鱼，应该是觉得我比较有冲劲吧。
荒岛的话，你就靠自己留了荒岛的话，你就靠自己的生存技能能生存多久？那可能就是说，就把那个海里的鱼都吃光，都吃光。年轻人，好自为之。就除了保护的生物之外，可能吃那种小河鱼，什么小螃蟹之类的，然后就挖那种海草，吃那种树皮。如果有人跟你讲，姐姐，我不想努力了，你会怎么回答？那你不想努力了，难不成让我赚钱养你吗？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那我养，我养你啊。如果是我认识的人或者是喜欢我的朋友们的话，我一定会坐下来好好的跟他们谈一谈。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人生的一种追求，只有你一直努力，你才会慢慢的发现你的人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你在完成一些你以前觉得你可能无法完成的任务，所以到那个时候会有一种很大的成就感。我觉得我不想努力的这种念头可以有，但是不要持续。对，行动大声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玩最后一个小游戏吧。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礼物走来了。戴着耳机听别的歌，然后唱一下自己的歌。好，会吧？应该。声音大吗？你们在说话吗？完全忘了我自己的歌怎么唱了，吵到我的眼睛。自信筑起堡垒，挽起生命开满蔷薇。I can get it, I can get it， 暴风雨中我的未来坚不可摧。我刚才是不是特别大声啊？你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吗？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我能听到一点点，但是我完全听不到我自己在唱什么。可以了吗？我刚才是不是特别大声？我能听到一点点，但是我完全听到我自己在唱什么，很尴尬呀。而且我这么优秀，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对不起。